去追，这些出发也不卑微。每个人都有不完美，逆着风也要去飞。终点线上划过响亮，可汗水它最嚣张。抬起头不灭的星光，让我们一起仰望。我的天空就是如此的不同，我的梦中总会有你的笑容。凛冽的白风有暖阳包容，平凡的光荣做你的英雄。我的天空有一道夜景彩虹，守护梦中的心总有一天会抵达，守护心中的梦给你坚定的回答。喂，好，我知道了。各位少爷们来啦！咱商量个事儿呗，就以后咱闹别扭。别给老大打小报告行不行？对啊，老大多忙呀，咱们就别惊动他老人家了。对对对，入席吧。啊，哎，谢谢。袁姐，我敬您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啊！谢谢呀。袁姐，我也来一个。客气客气。是啊，都愣着干嘛？动快！太动了！哇，热死我了！哎呀，兄你很厉害呀，你可以帮助他们。有什么好厉害的？当你踏入了这个圈子。你怎么不看来电显示？你就随便接电话呀，这好歹是我们。你说，差点就被项目长看光光了。是啊。干嘛？老大就是，他们呀，在玩真心话大冒险，项目员去上洗手间了。他说什么了？老师说什么？真心话大冒险无非就是什么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一类的，不是吗？哎，向远回来了，给你看个福利。你看看今天的向远，可是特别的漂亮，你看到了没有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还有一个小哥哥跟他要微信，向他搭讪了。
么睡啊？听说刚才有人跟你要了微信，你给了吗？你以为我是你啊？是个姑娘给微信，你还笑？知道异地恋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什么？信任，不然分得快。那你刚刚还问我呢？我刚刚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也没生气。我要生气的话，那也不是这个办法。哦。体谅一下。什么？毕竟我这个人没什么恋爱经验。怎么啦？我下午要去陆总那儿讲一下货联，需要你们技术部给我派个人。没问题啊。嗯，看看下午谁空啊。今天青青请假了，诗天佑一会儿要去工厂，张俊一会儿要开会，好像就只有高冷嘞。所以高冷行不行啊？行，有什么不行的？分手都分手了，而且他有好几天没有来烦我了。那就辛苦你了。先走了，拜拜拜拜。要是老发微信，他会不会嫌我烦呀？你好，有预约开会，陈叔，给您，入口在右边。怎么还下来接我了？接你不是应该的吗？太客气了，陆总。哎，上哪了？你干嘛啊？我们一起的。我看啊，你们维林啊，也是人才辈出啊。你看这小高的业务能力，我看就是不错呀。没有。那王总，我敬你一个吧。哎，好，来。好了，不用送了，我先走了。好。嗯。啊，慢走。好，再见啊。再见。王总，拜拜。我送你吧，这附近不太好打车。啊，那能麻烦送一下我们这位技术部的同事吗？我没事，我没醉，不用管我。走吧，不碍事。谢谢。
你还好吧？挺好的。你还好吗？完全没事。酒量挺好的嘛。哎，对了，你们公司技术部是不是有一个男的个子很高，就是咱们上次看话剧碰到的那个？哦，你说徐彦石？叫徐彦石。对。接着点，接着。啊，你刚刚问到徐彦石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他今天怎么没来。啊，他离职了，回上海工作了。师傅，靠边停吧。你别装了，你怎么下来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回打车回去。行。陈叔，我们还有可能吗？高冷，成熟点好吗？我有洁癖，我勺子干净的。忽然开始吃燕窝，穿衣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向部长，你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我说你是不是一天天闲的，工作太少了，是不是？有空在这跟我八卦？被我猜中了吧？我这就告诉老大去，让你天天不务正业谈恋爱。你是徐彦石流落在外的儿子吧？啊，什么时候都跟他说，哎，你喂，小江，你过来找我一下。好，马上。阿静，哦，我找你是咱们公司员工转制的事儿。你那个 C 转 B 的名额想好了没有啊？今天要上交了。还在筛选。哦，哎，对了，
那个张俊的能力怎么样？如果不成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人。我们部门自己的事儿，我还是自己解决吧。还有事儿吗，李总？啊，好，那你赶紧考虑好，我等着呢。我尽快。哎。然后这一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叶总监，你看啊，我觉得关于定位精度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技术手段把它调教的更精简一些，更正确才行。嗯，您觉得呢？我再看看。嗯，好的。想我这次咱们技术组总 B 类的名单怎么还没出啊？出了多少天了？你着什么急啊？你又不是 C 类员工。我们这不是替你着急吗？说到底，你是咱们这几个里面最早一个进公司的，资历那是比谁都深。这次再怎么着应该轮到你了吧？对吧，高乐？嗯。哎，上次向组长不是找他谈话吗？说什么了？反正就问了一些我的情况。那这次肯定轮到你了。向组长一向最公平，才不像以前老梁那样呢。你说呢，高冷？嗯。你最近怎么总是闷闷不乐的呀？哎，筷子别那样放，给谁上香呢？不吃给我。嗯。向云是吧？您的快递。哦，谢谢啊。这谁给我寄的话剧票啊？且是我超想看的呀。
天哪，超想看的话剧，是哪位小天使送我的票呀？听说有人请你看话剧？对呀、啊，所以周末没有办法陪你啦。有一个超级无敌大帅哥要请我看一个我超级想看的剧。那好，祝你周末愉快。嗯，拜拜。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给我搞一张这个隔壁位置的票。最近啊，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倒霉，这合同啊是谈一个黄一个，所以啊，诸位，今天这个段总必须得给他拿下啊，得让他吃好喝好了，要不然下半年咱可就真只能喝西北风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这个段总没来啊？哦，段总今晚有事儿，让我来做代表，来和林总谈合同的事儿。哦，那您贵姓啊？您贵姓卢？卢总啊，幸会幸会幸会。那个来坐坐坐，那个云涛给倒酒倒酒倒酒。坐坐坐。卢总坐坐。哎呀，那您来了，那我们也就不拘束了啊。这个我们吃吃喝喝，就当是放松一下。您是不知道啊，最近啊，我们因为要提升这个无人机的精密度啊，下了不少的功夫。服务员，服务员，赶紧给我倒酒，快快快快快！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报价太高了。哎，您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来处理。系统方面一会儿我跟您说啊。先喝这杯，来来来，都干杯啊！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哥，我给您加菜啊！谢谢谢谢。陆总，幸会幸会，谢谢幸会，希望可以合作成功。云涛，云涛，来，陆总，陆总，云涛，你干了，让陆总随意啊。陆总，多吃点啊。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嗯，段总不来，一会儿我们确确实实得跟您好好聊一聊。来，预祝咱们合作成功，合作成功啊。来，陆总。卢总啊，您看我这儿有一个必须要接的电话，那我就失陪一下，让我们叶总啊，还有这个云涛负责照顾您啊。顺便让我们徐总呢，也跟您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次系统提升的主要情况，好吧？失陪一下啊，你负责帮我照顾一下，帮照顾好啊，接个电话。卢总，咱们接着喝，我担敬您，我担敬您。徐彦石，好久不见。前段时间北斗家的比赛不是刚见过吗？二位认识啊？我以为你还在维林公司当缩头乌龟呢，没想到林总用人还真是大胆，像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他居然也敢用。不是卢总，我卢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啊，叶总，这次咱们系统的导航精确度能做到如此的提升，肯定花了不少心思，你们也确实辛苦了。可对于你们后期的保障和开发能力，我们段总还是有顾虑的。啊，是这样，除了您已经看到的内容以外，我们还在对系统做一个持续的升级和改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不过我也是看在徐总是我老同学的面子上，好心给叶总提个醒。哎呀，不好意思啊，接了个电话。
失礼了。我刚才听什么说您跟我们徐总原来还是同学啊？啊，哎呀，那太好了，那您就更得照顾一下我们凯盛了。来来来，哎，林总误会了，我跟徐总啊，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老同学。啊，那就肯定是我想象不到的那种好同学了呗。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呀再敬您一杯，我干了。不管以前有什么矛盾误会什么的啊，就都不算数了，咱们后面还得合作呢。林总，这事儿他不是误会，他过不去。你们大概想不到吧，这位本科毕业就拿到了星恒 offer， 当时可是我们全校女生的男神，居然差点因为黑了人家公司系统而差点去坐牢。不过这浪子回头金不换，这话虽老但我也认。徐彦石，只要你今天肯低头给我认个错，承认你自己不如，承认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缩头乌龟劳改犯。卢总，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像开玩笑了啊，咱们都是男人，没有什么低头认不认错的。那么既然是男人，我们就得知道适可而止。并且这是上海，你是哪根葱啊？大家听我说一下啊，现在啊咱们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好像刚才打过电话来了，说要跟咱们终止合同，应该是那根葱的问题，还不是你搞的。人家现在给咱们的说法是他们要跟吴江合作，说对方的精度比我们高，当然定的价格也比我们低。哎，不如这样，我们也降低一下价格，薄利多销。不行，无人机导航系统技术和成本应该是7:3，七分在技术上，我们应该加强系统的精度。那你打算怎么做？暂时还没什么打算，具体要看怎么实操。你有思路吗？我们团队这些年在提升无人机导航系统的性能上付出了多少努力，精度问题我们一直难以提升，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就能超过我们所有人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是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试试。行，既然徐总不服，那你就试试，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妞我搞定。徐总，没事儿，我对你有信心。不过徐总，这些年咱们在提高定位精度这个问题上没少下功夫，这话说起来轻飘飘一句，做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容易的话也没法成为占领市场的核心技术，有空抱怨不如快点开始工作。哎，徐总，嗯，你最近是不是在谈异地恋啊？嗯，怎么样，异地恋很辛苦吧？你自己谈一个不就知道了？我之前谈过一次，不过后来分手了。反正我这辈子我是再也不可能谈异地了。他之前在老家有个女朋友，后来那女的找了个本地的，两人去看电影还开了房，后来被涛哥逮个正着。不过徐总您可得防着点，现在好多男绿茶，不怕嫂子不爱你，就怕小三开挖土机。
哦，谢谢。哎，徐总，你看啊，我们这是快要成功了。哎呀，没事儿啊。我说过，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急报复我是不是？真的，遇到一点麻烦。刚去嘛，本来就应该以工作为重。我这边你别担心，我可以去上海看你的。那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懂事的。你要是现在骂我几句，我可能心里好受一些。那我可舍不得。那个话剧，我票不能浪费呀。我去帮你看，看完了告诉你。放心，过两天我就请假去看看你。嗯，好。拜拜。全给我！哎，姐，要不我拿养心口服液跟你交换吧？嘿，合着你们都知道我藏哪儿了？It's a day to happy things. Ready today. It's a thing I keep doing every day. It's a colorful life. Ready. 我跨越地平线，欣赏日落，不停歇，忽略了疲惫，眺望天空。
根据我们的方案，无人机的定位精度已经从分米级提升到了厘米级，符合无人机编队的要求。之前咱们研究了这么久，精度想提升10%都难啊。就是，徐总真厉害，可是熬了好几宿呢。是啊。哎，别都光捧，得学。你看人家徐总才来多长时间，就这么为我拼命啊！我这不就等于捡的宝了吗？嗯，你先别太感动，并不是为了你啊。没关系，我就当你是为我了啊。关于无人机导航，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你好，小屁。你好，请说。上家话剧院。好的。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两位请保持安静，话剧就要开始了。你在哪儿？在去话剧院的路上。这位小姐，不好意思，演出已经开始了，您等中场休息再进去。好吧。完了，要是徐恩石问起我这话剧讲的是什么，都没办法跟他说了。哎，你又得罪他了。下车后就没跟他说过话。你知道什么是女人不？女人这种生物呢，就是你跟她说话，她烦你；你不跟她说话，她生气你。这别的女人不跟你说话，她嫌你没魅力；别的女人跟你说话，她又吃醋。明明喜欢吃牛排，非要说随便；天天嚷着要减肥，跑两下就喊累。徐彦石，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是不希望我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
开始看呢。真是一出好戏。许愿石，怎么了嘛？喂，请问是高冷的领导向元吗？高冷现在在派出所，请您过来一下。老大，元儿姐，怎么了？我看网上。这也太帅了吧！成熟男人的第一步，喜提新车。走，兜风去。出发了。小心点啊！救命啊！李三，站住！站住！干什么？大家站住！你先说，快点，辛苦了。辛苦了。行了，以后注意啊，别再做这种会让人误会的事了，把人女孩吓得口不清。啊，行了，回去吧。老大，媛儿姐，对不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平时添的麻烦还少吗？我有那么过分吗？算了，你也有你的优点了。比如。行了，挺晚的了，快回去吧。嗯，老大，想你了。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还跟媛儿姐在一块儿？有点事儿。行了，反正是公事，你赶紧回去吧。哦，那个，我买了新车，要不我送送你们？不用了。回去吧，回去吧。老大，拜拜，有空多回来看看我们。雪儿姐，明天见。Thank you.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美风景就是你的笑的眼睛。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只属于我们的天地。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与你分享所有秘密，如果生活能写进一首旋律，那么我想唱给你听。每当和你在一起，无聊生活变得很有趣，深呼吸新鲜空气，仿佛你在身边而已。每当和你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窗口的风吹醒自己，只要和你都有意义。告诉你，我眼里最美风景就是你带笑的眼睛。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只属于我们的天地。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与你分享所有秘密，如果爱情能写进一首旋律，想唱给你听。每当和你在一起，无聊生活变得很有趣，下的风春天的雨都被你放进了手心。每当和你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都受伤的心，只要和你到